天是传染病高发季，像狗狗的细小病毒、犬瘟热病毒、腺病毒都有，还有那个犬的副流那个传染性肝炎都有可能会高发。所以在这个冬季期间的话，如果是体质比较弱的狗，尽量稍微少出去一点，然后一定要注意好你的疫苗那个衔接时间。